嘉义市甘里站为着关怀高林港附近的用路安全，每个月定期跟校内卫生所跨机关合作，提供75岁以上的高林港附近体检以及人体功能测验甲换驾照的服务。只要是当月年满75岁，或者是75岁以上的高林港附近，收到通知单，或者是接到电话通知，拢会当就近前往办理。民众若是收到高龄驾驶执照换照通知，一定要处理。高龄驾驶换驾照是以实际的年纪来计算，年满75岁了后，每3年拢需要前往监理站完成换驾照的手续，以免驾照过期或者是注销受款。且要换照的高龄驾驶人，伫咧检查的时阵，要查到驾照的正本、身份证的正本。最近2年之内，共一组的一寸相片4张，含相关的费用，伫咧当天到场办理。如果有违规，罚金无结案，就要先6000。如果无要再开车或者是骑车，会当办理着驾照立回注销。公卫会嘉义市监理站进驻学区卫生所举办场次，包括5月7日的透早在阿里山乡公所，5月20日下晡在溪口乡公所，5月21日在竹崎乡卫生所，5月28日在嘉义市西区卫生所，5月31日在大拿镇卫生所。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就近前往办理。最新新闻，张庭顺、王秀山，嘉义市彩虹报道。市政府卫生局正在寻找握力达人，凡涉及于嘉义市65岁以上长者，与嘉义市6家整合性健康筛检医院配合，整合性健康筛检期程完成健康检查，且完成口腔健康问卷及迷你营养评估表者，执行手握力量测，就可参加寻找握力达人比赛。每组录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，就能获得总奖金10万里券奖励。握力达人就是你，欢迎来挑战！预防肌少症，降低跌倒风险，提早检测，提早预防。如有以下现象，就疑似肌少症，请记得寻求专业人员。活动详情请至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。